慢慢升高，慢慢看到，你看，就随着这个过程呢，升高看到，你就看，从水下面升起来，你看，从水下还能变，下一期到底呢 ？It's so awesome。那就是那个楼啊，不知道是生死的时候状态是什么样的，下面下到了，我都用了很高的那个。Welcome to One World Observatory.属于黄泉，就机场之前不如何理解吧。反正丰台人是没有黄泉，反正没有黄泉大，可能还差一点。然后那个岛是属于黄泉，机场在下面嘛，就那个岛，我手指五官那个，那黄泉就在这边，知道吧？然后那个就是日落公园，日本公园就在，但日本公园就在也是在那里，你看日落公园。Thank you for visiting One World Observatory.